自性、原始性空，心经、金刚经，现在谁都会背。金刚经不见得了，我看金刚经没有几个人会背。那这个怎么样？来跟各位呢，有一点点刺激作用。我不可能会讲出真理的，就像生命一样，不可能用让你讲出来的。那在这里面呢，我通常会做一个小小故事，上一次也跟你们提过了。请把你们的所有一生的照片拿出来，从零岁斗嘴开戏，小时候出生，这些照片一张一张推出来，你一定看说，这个是我吗？这个是我吗？对吧？但是每个时段也都有一个自我，对不对？每一张照片拍照的时候都有一个你啊，都有一个所谓的自我。可是现在我就问你呢，请问哪一个自我是永恒不变的？那你说的哦，没有。那你现在执着什么？啊？那你现在在坚持什么？请问？啊，这就通了嘛。那个经文讲一大堆，哇，你如垮力如拱啊。根本关键在哪里？那个六祖是慧能，是一个完全不识字的，他为什么听人家的？哦，对吼，就通了。以前一离通嘛，离懂嘛，这来的就是几亿一步一三一环。对呢，所谓缘起性空，在讲性空，在讲什么？我空，那空空，那个空不是没有哎，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切都是随外在。内外在的因缘，所谓因缘就是生态学上的交互相关、因果力等等而呈现的。它只是要告诉你，让你了解到那一个瞬间，你一个体悟到一切所谓的无常。但是你会发现，我就想起，突然想起讲到无常，就想起我访问一个师父，那个师父已经，哎呀，这个就不要再谈了。那个我们的慧业法师来了没有？那个有一个师父呢，他原来是当出家，后来又他就因为他一直在那个折冲过程里面，他都弄清楚，他说那个大师那个师父都叫我们无常，自己却是常常，要人家嘞，我讲哦，不要再讲了啊、哦，因为你会发现到你们现在整个台湾在从事，因为现今台湾40到50岁的人。是人生最大迷惘的时期，这些人也是投入整个宗教最大奉献的人，可是多少人真的从宗教里面去出离，还是得到一时的麻醉，这个我们也不批评。我们刚才在讲的就是说，你把照片铺出来，你一看就知道嘛，那个怎么会是我？所以我今天的那一套一开始就是要用破这个自我的东西来跟各位刺激出来，从小到大的照片的变化，这些在回答什么？父母生我之前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这个就是什么？以前有个禅公案，我看我还是不要讲这些哦，现在没讲，已经快要睡着了，这还得了？所以内在的解决才是最大根源，内在的解决教义的根本的意义不在于那些表面上都了不起的东西，而是在于某一种时机的这种触及。一个人一生当中绝对有非常多次的最好的叠加的记忆经验，欠缺的是把那个记忆经验转变成为智慧的火花，那就要看你行不行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一定要谈到几个客观事实的根本的原理。第一个，人类价值原理从哪里来？你认为有价值，你认为在乎，你为什么会在乎？你要去知道这个原理跟人性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我讲的都不是，日本有一个地方要开挖了，一大堆猴子就被怎么样，大家为了保护那个野生动物，那个猕猴，日本猕猴就把它迁到一个人造的环境来喂养它。那原来在那里的猴子很辛苦，他为了吃东西呢，每天呢24小时里面有10几个小时都在找食物嘛，啊，那谋生很困难。那自从被移到了一个
因为破坏被移到的人给他食物的地方，这些呢，哇，所有的猕猴都变成固有的猴子了。所以呢，以南呢，他根本不必要为生计去麻烦，因此他怎么样？他应该也生物修改啊，所以这些猴子就怎么样，渐渐发展出一大堆这个游戏出来。原来猴子还不大会那么玩，这样有的猴子看在地上石头拿起来，咔咔，哦，会擦出火花来，你高兴，你一只一只玩，另外一只跟着玩，结果一大堆猴子都在玩石头，啊，这个时候画面上就出现，我这个是在那个比赛看美丽快哈 ，Discovery 还是那个什么看到的，啊，还是几个奥利品。Geography 啊，啊啊是一句话，就是讲 animal 啊啊，安尼按来哩，安尼按来哩 ，animal planet 啊。那个镜头呢，就看到这个突然有一只猴子呢，握着一堆石头，突然有一只猴子很凶的冲过来抢他手上的石头。导演问了一句：明明满地都是石头，干嘛去抢别人？那个镜头很有意思，画面一转，在一个人类的幼稚园的教室里面，就像今天这个大教室里面，四周围全部都是玩具堆得满满，堆积如山。那些小孩子玩的玩具都已经玩腻了，没有人要看了。啊，这个时候呢，镜头出现一个小孩子，落手落手啊，随便抓起一只泰迪熊抱在身上，突然之间又有另外一个小孩子冲过来抢他手上的泰迪熊。导演还是问上一句：明明满地都是，干嘛抢别人的？好了，画面就没有了。哈，我觉得好可惜哦，这个再发展下去就对了，这就是所谓人类的价值原理啊。为什么你发现没有？他拿起来了，他来抢，代表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人互宜的。这个拿着的人赋予他价值的，所以呢，价值原理第一个，价值是人类赋予的；第二个，他来抢，所以价值是感染的，价值是从这个人感染到的，是比传染线一样的这样传过去的，价值是感染的。第三步，你发现价值是创造的。价值是赋予的，价值是感染的，价值是创造的。今天我们之所以会在这里，正因为大家既有一种善根，是为了创造这个社会或人类社会还没有存在的善道德跟崭新的德性的内涵。